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手势，这样玩的虚的，玩一种后背的。你要玩的话，你先起来一下。建议先不要，因为虚新闻简介是很厉害。对，对，要注意形象。一二三，培根。因为培根脚很臭。对。多臭多臭。哦，而且还有灰指甲，你就可以知道有多臭。我吧。他私下非常的无聊，然后非常的难笑，然后在镜头面前硬耍宝这样，但他幕后剪接非常强。怎么把我讲的一文不值？一二三。团队大家都很好，他们说我这个头啊比较微大，我会选你。可以不要吗？就只能选男生啊，你写他的上半身，他的下半身，这样比较安全。你居然选秀上半身下半身？因为那个还没有，那没有长大，还没有验。哦哦，那你老木完吗？我选伟哥。完成。你们那趴结束了吗？好吧，子期来吧。啊，没有这一段吗？没有这一趴。不打手会更难。言下之意就是平常不爱遛狗。